哇！哟，我小高，你敢有听过爱神座？爱神座嘛是我有咧看诶，做史莱姆诶频道，爱讲要交我交换史莱姆，好啊，我著来交换看卖啊。For 小高，很 happy 能跟你合作诶，希望你会 love 这些 slime。合作愉快，祝丁正早日10万，就是订阅吧。爱神座上，这款今天就是在卖的哈，这个是购物的，感谢购物卡片。我还阁唔捌为虾皮买过史莱姆。哦，我先来看这款，看有建成的感觉。啊，我有看爱神座伊许老手开史莱姆安怎开，敢是爱心。比较冷呀，现在我操！哇，这建成就水，这么干爽的呢？哇，水！所以哦，我买生熊菇，可以当肥的粉色，可以了一个这个建成的感觉，应该收起。哦，过来是这款，我今仔是蓝色的，做梦幻的。看爱神做的，伊做的是梦龙，做梦幻的，就属于哦。再让它开，看咧，哦，这里有卡顶一挂，其他都还顶一这个很好用的，哎，哎，哎，放屁！好，这个上大罐的哦，这个够大罐的，哇，这真正就梦幻的呢，哦。少女哦，就少女哦，再来这首颗粒，我这颗粒是透明的，不要转角。这算是我感觉目前算起来上好算的，内底有颗粒的史莱姆，内底的颗粒袂让我感觉讲算起来无方便，哦，真正袂歹。
哇，少女心爆发了吧？哇哦，赞赞赞赞赞！我试看卖甲这两个混合，我唔知安怎混合较水，是直接放做伙吗？安尼较好看，应该凹出来。触感应该就好了。嗯，会歹会歹，真正会歹。这就是有在卖史莱姆。哦，这爱神座咧卖史莱姆，个人是哦非常的赞。啊，大家哦，若是想要看我送什么史莱姆和爱神座，也可以去爱神座的频道看哦。好，今日影片就到这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我大家拜一拜三拜五，拢有新的影片，想要看更多影片，也可以搞订阅落去。多谢，再会。